You only touch it when you faded. At first I used to go, but a girl like that.王嘉尔的这个作品我也非常像我的所谓王嘉尔，因为他就是代表着日本更时代时尚很年轻化的音乐。然后这首歌跟他之前的音乐的不同点呢，他的大的风格是非常王嘉尔式的，他还更强调那个音乐跟文字的表达一些。我想他也是考虑到自己参加这个原创这个节目，所以他更多的把注意力 focus 放在歌曲的创作和制作。王嘉尔其实我觉得是一个，他是一个很准确的要表达自己要的东西，他的现场的失误率他会控制到可能是0.5%或者0.8%，他对他的和音、他的编曲的频率、对他自己的整个伴奏，然后他的人声的关系，因为现代制作的音乐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元素，他都已经把握得很好，所以现场来讲呢，误差率很低，几乎到很少，我觉得都很棒。